好。可以了哈。可以了，可以了。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我们开始就不闲话多说了，我们就直接开始首先发声，大家可以站着、坐着肩、脖子、胸放松。对了，今天我们是第25节课了吧？用呼先开始，张开。这个是 A，能唱的就跟我再唱一个啊，降 B。刚才我看着大家唱的呢，只能看到一个屏幕，只能看到几位同学啊。那有的还是张口的时候，像我们刚才唱一啊，一，一，那吸气的时候还是这样的。那你看，当你这样张的时候，这个上牙被包住了，然后这个上嘴唇没有用力的话，一会儿咬字的时候就容易咬松，然后里面上颚这个空间就抓不住了啊。这个空间抓不住，当你上下牙一合的时候，把里边的空间就给挤住了啊。那里边没有充分的空间，我们上颚的位置不够，那个出来的声音效果就会扁。然后呢，我们这个位置不够的话，那个声音就会觉得偏低了，位置低了啊。然后再抬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很难抬起来。所以当我们唱的时候，咦啊，我们这个就像是这样张的。因为我们刚才唱的是哆咪嗦，我们的音就是从低往高走的啊。然后我们的气也是这样，从腹往口和鼻也是从低往高走的。所以啊，我们的状态要顺着走，就是要 match 这个 e 虽然是这个半闭口的啊，像呜呜啊，这个嘴唇呢收拢的小，但是我们这个上下牙还是想着哆咪嗦的时候要这个牙是上下张开的，只不过这个外面的口这个口唇形变化啊，但是这个。牙根本上还是要把嘴里的空间张开，因为我们是从低音往高音唱啊。我们从上面唱下来，吸气，眼睛眉毛提起来，但不要一下子抬到最高啊。如果一下子抬到最高的话，你这个上面空间就没有了。一会儿再唱高音的时候，上面就感觉你顶在屋顶上了啊。所以我们是顺着做啊。鼻子，
以再往低唱一点啊，也是小一点嘴啊。那我们唱高音的时候嘴张开啊，我们讲了这个中低音的时候跟我们自然的声区差不多啊，所以唱 C 唱更低的音的时候嘴小一点啊，把气响的送出来，像说话一样，不要把口腔张得过大，这样就空了啊。因为有同学问过我啊，就是这个怎么样的中低音把那个声音还能唱结实，然后气还够。因为中低音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就可以了，你要用更多的气反倒就觉得画蛇添足了，反倒虚了，那个声音虚了的话就等于你声音跟气没有结合好啊，没有结合好的时候反而就不够气了啊。想着说话一样，不要刻意的，你看这样的容易啊撑着唱，然后那个嘴型大了反倒容易把气放光了，然后那个气的空了嘛，嘴里空间张得过大的话撑住了的话，我们那个气跟声音的位置也接不上了啊，接不上了就那个气反倒觉得不够了。唱个呜，这是一个点的拉啊，就是啊，我们中央 C 下一组往下低一组的，这个是 A 就是低音的拉，可以用一唱一，我们这个男中音都能唱到这儿啊。来，再唱一个呜，这个是低音的升搜啊，升 G。啊，这个地方我唱的也很低啊，但是我们只要能唱出来就好，千万不要咿咿啊，不要这样使劲去喊啊，使劲去唱，不要用气冲它啊，咿咿，看我的口没有张那么大，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了，吸气的时候这个口型非常主要，它就是决定了你等一下你要唱的这个音高啊，音高啊的时候口型的大小。那我们除了啊，其他的字都比啊口型小，所以我们要把这第一个口型要把它。基本上要做到位啊，要做一个呜，是不是基本上不用呜呜呜，千万不要往下拉下巴啊，我们气跟声音都是送出来的，我们说在硬额还有上牙啊，从前面走，然后从鼻子送啊。好，那这个就刚才我们练一下低音，因为今天我们要唱的那个流行歌里面音会比较低一些啊，所以我们啊唱歌的时候呢，要把它上下的要上下贯通，对吧？我们要统一啊，不是中低音的时候是这个方法，高音是那个，但是个别的时候会有，因为这个我们要这一首歌里有不同的特色，是吧？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些变化，但是基本上的我们要感觉是连贯的，是一样的啊。我们下一条，在同样的音高上唱不同的元音啊。也是中低音没有那么高音的时候，嘴不要张太大啊。想着吐气就好了，气好了像打哈气一样。沿着上颚鼻子，然后吐也是从原路吐出来。哎呦，气。哎呦，哎呦。这个是 D 啊，高音的 Re。降 E 就是升 Re 降 Mi 是一个音啊。
出气。在 F 也高音可以唱一个啊，能唱就唱。这个音基本上我们这一条唱到 F 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第一个音是高音啊，啊，所以想着把它都送出去啊，不要顶住，不要往下拉啊，吸气的时候不要把这个上面这个肌肉掉下来，张嘴的一刹那啊，张嘴的一刹那要保持住我们刚才吸气的状态，唱下来。吐气，舌头尽量在前面啊，啊，我们的舌头不要唱到 i a e o 那个 o 的时候，容易舌头就缩回去了，不要啊， i a e o u 那个舌头一直都是在前面的啊，抵着前牙里侧的牙龈，就是内侧和牙龈啊，大概是在这个部分啊，这是牙牙龈，基本上在这儿，不要唱一唱就缩回去了啊，要在前面送出来。那我们唱个跳音啊，还是从呼开始，呼呼呼呼呼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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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子上颚打开，啊，这个是升 G 降 A， 就是升搜降拉，我们可以用啊唱啊。啊，行啊啊啊啊，一直往上张，起好。这个是降 B 啊，能唱就唱一个。啊，一直都是送气，轻巧点唱，我们唱下来。送出去。鼻子嘴打开，小点口，眼睛眉毛一起带着，用一，鼻子上颚提住，OK， 那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个整理运动。八度练习也是从呼开始，小嘴往大嘴张啊，因为八度。上颚鼻子吸气，这是 G， 搜也可以唱一个啊。可以唱啊，能唱就唱啊。这个是 A。
右臂啊，舌头别往里躲啊。这条也是要注意啊，第二个音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往下拉，我们张口要带着眉毛、眼睛、鼻子往上张啊，往上张。对了，气声音一起带着。第一部分发声练习就到这里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等一下我们啊学完歌曲有时间给大家啊再给大家啊讲解。那好，现在我们大家把歌谱拿出来，贝加尔湖畔。这个星期我把上个星期啊我把这个歌发给大家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非常喜欢这首歌啊。那我说以后我们上课呢就是三种唱法的歌曲我们尽量都穿插着来啊，这样大家呢就是也有个新鲜感啊，来接触一下不同的不同的 style 吧。那我自己呢唱美声也能唱这些歌曲，但是呢林老师也不是万能的，那只是说我们把这些歌曲我们只是把它的感觉唱出来就好了啊。那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唱把所有类型的歌曲都能唱，我说了摇滚我就唱不了，我没有办法去那样用原声这么样喊着唱啊，所以我们只是唱感情唱感觉啊，用我们学的这些方法把这首歌唱得舒服了啊，抒发自己的情感就好了啊。那我本人也喜欢，非常喜欢这首歌。那现在呢我们讲解的是用女声，因为这首歌原唱是李健嘛啊，他写自己写的词曲，那他呢是男生，他用的调是 F 调啊，所以这首我给大家打印的这个谱子也是 F 调。那如果男生觉得高的话，可以降一到两个 key 在伴奏音乐里，因为这个 F 调的话，后边他那个最高音呢是咪到高音那个咪，那 F 调就相当于到 A。刚才我们发声。最高的话我今天只给大家发到降 B， 降 B 就是比这个高音再高半个音啊，高半个音，所以呢这个音已经很高的了。那如果唱不上去呢，我们真的是可以降调唱啊，因为这是流行歌，那开始流行歌后边又有那么高的音，那大家要想统一唱的话，把它唱得很顺的话，那开始就不能像美声的要那个方法位置的那么要的那么强烈，然后咬字那么清晰，所以会用自然的感觉唱一些，所以到高音可能就来不及转换，那我们就先低一点调啊，没有关系啊，可以低一点，可以到 E 或者是降 E，OK， 那女生呢，我等一下是用女生教，女生版本呢，大家可以借鉴那个金婷婷，上完课我可以把我唱的那个给大家发一下，因为我那个是女生版。他那个就比较欢快的节奏啊，那个他是用 C 调唱的，他是用 C 调啊，但是我觉得 C 调对我来讲稍微有点低，我一会儿给大家就用升 C， 所以刚才为什么发音我发到低音的升搜降拉是一个音啊，为什么发到那个音呢，因为升 C 调的话那个低音就是到升搜和降 A， 所以我们把这个上下我们都要贯通嘛啊，要把那个统一的唱啊，所以不要低音的时候就变得虚了，所以我们发声的时候刚才就给大家低音的发一点啊，那对不起我们的男同学了，那我都是女生用女生的这个声调来唱，那大家呢只是学着感觉学着这个发声的方法状态啊，唱的时候你们可以用李健的版本啊，女生呢也可以用李健的版本，但是把那个音乐降几个 key 或者升几个 key 之后呢，那个音伴奏音乐效果听起来就没有那么舒服了啊，就是
不太好听了，如果你们愿意用也可以啊。那我们先念一遍歌词啊，这个歌词呢就不是像我们唱，我们之前唱那个望月也好，唱那个我深深地爱着你啊，多情的土地，我们要把它啊唱美声，我们要把每一个字都咬到位啊，要送出来每一个元音，每一个辅音，我们都要把它咬住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声母和韵母。那这个流行歌呢，是更接近于自然讲话的状态，所以只要讲清楚就可以了啊，不用把它咬的那么啊咬到位，呜一定是这样的，哦一定是这样的啊。那我们开始念啊，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就像念一个散文一样啊。这词也写得特别好，这李健真的是太有才了。那我们就是按照刚才我们说话的啊，感觉你给大家念一个散文一样啊。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啊，只要把这个语感念出来就行了。那这首歌的感情呢，怎么说呢，哀而不悲，就是这个是回忆，又是甜蜜的啊，又是又有点遗憾的，然后又给自己留一点这种遐想的感觉，它并不是那么悲伤啊，它是很回忆以前那些美好的时光啊，他心里上实际上是挺就是说挺开心多过于这个，我自己理解啊，特别女生版的那个那个选。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就是这样的感觉啊。那我是用升 C 啊，升 C 第一个音是，那这个李健的版本是慢的啊，我们就先慢一点，按照他那个语速唱啊，然后大家听我那个唱的可能节奏会快一点，我说了女版的啊，没有关系。在我的怀里啊，这个就是说带一点气息，它有一点空灵的感觉，这是湖畔嘛，你想你面对着湖，就像面对着草原啊，面对着大山，所以它这是湖，也是一种很空旷的，你看自己想象那个感觉啊。在我的怀里，加一点气就可以了啊，加一点气就可以。sorry 对不起啊，我看大家写，现在能听到我说话了吗？我一直能听得到，我是蓝冰英，好的，我一直能听得到，但是他们可能自己有时候没打开他那个语音。好的好的啊，那我们接着来啊。有时候没打开他自己的语音。OK。在我的怀里，按理说这个拉西哆嗦发是没有滑音的，但是呢这流行歌呢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啊，然后跟它这个特色也能合在一起啊。在我的怀里，可以稍微加一点这个拐弯啊。在你的眼里，那个眼里，啊，加一个咪发啊，前面加一个一点装饰音啊。在你的眼里，然后空的就把它空出来，但空的地方呢，要把那个气呀，想着还接着走，眼里。不能就把那个气就截断了。我们这个歌呢是唱起来听着都是这种非常连贯的啊。我们说用气带着唱这首歌就我本来原来是想
找那个邓丽君的一首，但是他那个那天我不说我正在纠结没选好哪个呢，是因为那个邓丽君的伴奏音乐都不能用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选了几首歌，所以我们就先唱这个。这个也是这种感觉啊，气息啊，呼吸啊，我们用的呼吸就是气啊，语气啊，一定要加上气，这个有一点空灵加一点就够了，也不用太虚啊。但是把每一句换气的地方我们都想着啊，这个声音断了，气还接着顺着走，然后张口吸气的时候把它不要这么的吸啊，我们还是想着用美声状态把它吸啊，深情一点，因为这个歌是发自肺腑的啊，我们说发自肺腑的啊，要用肚子啊，我们再从头中间换气啊。在我的怀里，看着嘴，张嘴，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啊，这四句就像我们写的那个散文诗一样啊，把它很连贯的啊给它唱出来。所以中间换气的地方千万不要这样换，因为中间它有时间给你换气，千万不要把它拖到那么长，然后来不及换了，就会觉得啊这个气就反了啊，气反的话后面那个声音就用嗓子了，就没法用气了，一不用气这个歌也不好听了啊，所以一定要想着用这个我们呼吸的还是用美声的状态来唱啊。下面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啊，这个了啊就不用唱了，就洒满了湖面就可以了。那刚才就是说啊，我这个第二段呢可以给大家这个语气强烈一点啊，因为我们第一段啊就是平平的回忆，第二个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啊，因为它句式是一样的，第二段可以把它语气稍微强烈一点，然后有一点变化，就是我们稍微某个字上多加一点，就是当我们都用气唱的时候呢，那是就是等于没有特色了，我们就说一般的我们还是用啊平常的这个感觉唱，但偶尔的地方我们把那个气的哪个字啊或者这一句话的感觉加上一点不同的啊，这个听起来就挺特别的了啊，就有一点不同的味道了啊，不用都是一直那样的唱啊。第二段也是每一句都是按照刚才那个换气的状态啊。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啊，这个地方有的人是有浮点，有的没浮点，没关系了啊。我们两个人的篝火啊，就是这样，那个咪咪嗦啦嗦啊，这个人也可以加一点啊。我们说美声歌曲在没有前面谱子上没有给你装饰音的时候，我们不要乱加这个装饰音啊。但这个流行歌和民歌有的时候可以啊加一点啊，这个就是两个人啊，我们可以加一下啊。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啊，都稀拉，这个夜晚夜晚唱的不是那么清，就是不是那么清楚，有的就是唱的是夜晚或者夜晚啊，这个地方夜晚就是有一个滑音，也是有一个下滑音的感觉啊，就轻轻唱过就可以了。两个照亮，然后这一句呢是有也有好多版本，我们就按照这个版本唱了啊。照亮整个夜晚啊，夜晚也可以啊，两种。多少年以后，这个要出来啊，因为这一个是有个高八度，再一个这个是一个小高潮的地方，是这首歌啊。多少年以啊，这个就是我们多少年以，这个地方要想着这个以要张开了啊，一母音，然后把眼睛眉毛打开，八度的音啊。我们每一次唱歌还是带着鼻子啊，鼻腔打开，因为特别像前面那一段啊，我们要空灵的感觉，要把这个空间打开，然后加一点气，鼻子开了才能有气啊。多少年以后，
啊 ，home， 然后也是它这也有空拍啊。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这个换也可以加一个，这个跟前面那个两个人的篝火，那里春风沉醉是一样的啊，一样的音，可以加一个啊。那变幻的脚步，脚步啊，可以加一点气啊。那变幻的脚步，这样的就是平了啊，可以加一下。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就是我自己唱歌的这一点体会，你可以在别的地方字上加也可以，那就看自己的自己的理解啊。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这也是两个排比啊。那这第二个排比也稍微强一点啊，稍微强一点，因为它后面音更高了，是不是啊？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啊？这个 re do mi 这个也可以有个浮点，然后那个 re 也可以加一个滑音，就是上面的装饰音啊。有多少你我啊？那个我一定要轻，变有多少你我就不好听了，是不是？有多少你我啊？就是哎呀，就感觉哎呀很揪心啊，是不是唱起来才感动？我们说吗？我们说我爱你，我爱你就不好听了，是我爱你，是不是？这样的更深情啊。被吞没在月光，这个也可以。如果是被吞没在月光，就稍微有一点平了，是不是？也可以加一点，加一个啊，再拉上，再加一个装饰音。这个如水的夜里啊，如水的夜里，这是这一歌的这个算最难的地方了，是不是？除了那个低音也难啊，但这个是高音，因为这个是啊，男生呢可以入睡的夜里，或者你啊，如果男生就是拐的那个弯不像那个女生可以唱花腔，就是拐的那个比较像美声一点。等一下我再学那个女生的啊，因为这个李健这个地方也是，就是把它划，就是自然的划上来了，然后那个声音差不多是一样宽的。入睡的夜里，一般的情况这个就可以了。那如果你们要延长呢，但这样呢就没有刚才那轻一点的好听啊，因为这个轻一点收也挺难的。那不要往回，就是轻一点把气送出来就行了，抓住里的那个位置啊，这个可以用我们方法的了，要啊。入睡的夜里啊，把它送出来啊，一定要把这个上面张开啊。那这个女生的呢，可以把那个唱的稍微轻松一点啊，就是稍微假声多一点点啊。入睡的夜里啊，这样子就唱的空灵一点，因为那个女生版的那个呢就比较快，所以这个地方唱起空灵的那种感觉啊，也挺好听的。然后空拍，多想某一天，这个等于唱完了高潮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拖住了啊，一定要把那位置拖住，不能上面入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就不好听了。多想某一天啊，用气把它轻轻的送出来，在高音的位置啊，在唱完高音那个力，然后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啊，我们流连忘返这一句啊，把那个这有一个发。像那种切分音一样的把它唱出来啊！我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啊，这个 C 哆就唱哆就可以了啊。这个前面是 C C 在的音上唱的是，他写的是在贝，把它改成哆，在贝哦，还有前面第一个那个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的那个那，和这个在贝加尔湖的贝和湖都把它改成哆就可以了。前面那个哆是半拍，然后湖的这个哆是一拍就可以了啊。在贝加尔湖畔就可以了啊，给别人遐想啊，给别人想象的空间啊，就不要把它都唱的那么实。就像我们啊，我之前讲过那种摄影啊，有拉远景，有近景啊，这个就等于慢慢的拉远了。好，那我们把这首歌从头唱一遍啊。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就可以了。好，那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啊。那下面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啊，就可以提问题，大家休息一下。那是不是就是有提问题的要举手是吧？可以举手，也可以写在那个留言板上都可以啊。行啊，好好好，那你可以解开他们的麦，或者是要我解开也可以哈。嗯，我看管理在不在。哦，这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老师能不能先听一遍，我都没看到啊。为什么没有听呢？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啊，就是我说我不希望大家都去模仿啊，包括我的声音大家也不要模仿，因为流行歌容易模仿，不像美声没办法模仿，因为我们更多的是需要技巧啊，唱我们自己的声音啊，但是流行歌容易模仿。那就说我尽量教大家的用什么状态，然后呢大家按照这个状态自己唱自己的声音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啊，把自己的状态唱出来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也给发一版有我的，然后呢你们大家喜欢呢也可以在网上找李健呐、啊、或者是这个像李维周深呐、啊、还有金婷婷他们都唱过啊，大家都可以去听。好，那个 Golden 举手了说吧。哦，这易伯兰说今天刚听跟不上，没有关系啊，慢慢来啊。哎，林老师，哎，林老师，刚才你说，哎、那个在贝加尔湖畔的时候，那个C 改成哆，对吧？对对，那上面还有个在什么那里？哦，那里那里绿草。那里绿草哦，在那个上面那个西改成豆，对吧？对，好了，好的，那就这个问题，谢谢啊，老师唱的好，教的很好，谢谢，谢谢，
刚才那一抹蓝说有点跟不上，你可以把那个之前我上课的这些课有时间你可以看一下录像啊，在我们这个中心的那个网站里啊，听一下我以前讲课的这种方法呀啊和这个上课的进程啊，这样的慢慢你心里有数了就好了啊。那个第二名慧慧。慧慧，慧慧举手了，你听到我讲了吗？把你的麦打开，慧慧，把你的麦打开。那就等一下，樊。放打开了，放讲吧，放讲吧。哦，是这样子，老师，这首歌我以前。我觉得我会唱，但是我看了谱子了，我就觉得这谱子我又不认识。你能帮我，就是你这一房子怎么就一下子月光把爱恋又跳回去了？因为我是个谱盲哈，对不起。没关系，对，那就是因为你看我们在那个在我的怀里的，就是这个里的音符是发，前面有两个双纵线，一个粗一个细加两点，然后呢，在一房子这个后边这还有一个双纵线，对不对？哦，我明白了。这个就是说先反复这儿，然后接二房子，然后后面还有反复，你看多少年以后在后这儿是不是还有反复啊，然后接一房子又有个多少年以，然后又回到后。谢谢你一点我就知道了，你不点我看了半天。谢谢谢谢，没关系啊，好的，对，留你这题，因为我们时间就上课时间紧，所以有的我就 suppose 大家都知道了就没说，你们要不知道就问我，像什么四四拍啊，我今天就没有讲，因为大家都能看到啊，如果有什么不懂的你们再说，我们共同研究， OK， 好，谢谢，好的，不客气。 AJZ 有六个举手的，有六个举手的，老师是我，你好。听到吗？哎，你好啊，你听到的，我想这个东西啊，你前面这个等于哆等于 F， 这个 F 也好 G 也好 C 也好我还是搞不清楚，我本来理解 F 是不是哆来咪发嗦拉那个拉长哆啊，就是是不是这样子理解了啊？不是，我们这个 F 我们是从 C 开始的，我们都等于 C，从 G 开始 C 的音名，对， C 等于我们这个简谱里的哆，所以我们顺着 C D E F，所以这个 F 就变成发了，所以这个是 F 调，就是都等于发，那我们就是 C， 假设在这儿，这个就变成哆了。那我明白了，因为我不懂那个曲子，我没关系，那个钢琴，慢慢来。我每次就是想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来，我老是理解不了。今天我搞清楚了，等于 C 就是 A。就是都，A 是都，对，然后我们再往上查，这个就等于 F 是都， F 是都，那就往上提四度。谢谢老师，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啊，非常感谢。好的，不客气。好，属灵。哦，好，我能说能话了吗？我现在说话你能听？哦，说，林老师。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林老师，我看不到你。那个，就是那个李健这个里头不是有假声吗？林老师，那么在我们平时唱歌中，这个假声也是个挺难的地方。那么这个假声呢，它跟真声有什么区别？怎么才能更好的把这个假声唱好呢？林老师，其实啊，我们说嘛，我之前就讲过，我们没有，就是说，虽然我说的这句话就绝对了，但是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来讲是没有绝对的真，也没有绝对的假。那我们说话只要你有气，你看我现在哪怕我说话我也是有气在里的，我不是都是用嗓子这样说的， 对， 对不对？那就是我说了，这些流行歌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气，就是说用气来唱，就是像特别李健的唱这些歌啊，那就是说我们要这个语气，要这种带感情的，都是好多都是加上，那就是说你把这个气先抖多一点啊。你看假如说我们说在我的怀里，在我的怀里和在我的怀里，你能听出区别吗？你自己也能说，你说在我的怀里，这个就气少了，在我的怀里，就说我不说吗，像给 baby 讲话似的啊，像给 baby 讲话，这个气多，对啊，你要气多一点，是不是啊？对 对， 对，那你这个气多一点，对对对，你要一直连贯着，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说要你吸气吐气的时候啊。但我说了，我不知道李健他是用他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方法，
那他是天才，他自己就能那么唱。但对就是我们一般人来讲，怎么样掌握，就是怎么样来做到可以让气多一点，就是想着这样讲话啊，气多一点这样说话。嗯，但是也不能这样虚。你看刚才我们唱的，在我的怀里，不能在我的怀里，这样气多了也不行，气多了就虚了啊。呀、yeah, ，我们就加一点，在我的怀里。我说了，就你们念歌词啊，要把它念的有气，就是用气带着，有感情的念啊，就白，你像这样白，就是感情少了吗？对吧？我说了，没有语气。我那天不跟你讲过吗？要语气，对不对？对，这就是要气呀、啊，啊，要气说出来啊，就是慢慢这样讲。所以唱歌的时候，这种流行歌正常的语序的地方，你就这样说出来就行了。在我的怀里，那他就在这音。在我的怀里，是不是就跟我这个中低音跟我 natural 的这个音域差不多，自然的音域啊，你就不需要你那么夸张了啊，带一点就可以了。那高音的那个假声，我说了，这个 A 的地方假声很难唱，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就是用一点力量，不用那么多假声唱出来就可以了啊，这地方不用太多假声，高音，因为男生跟女生不一样。这个男生这个地方假声是需要功夫气，就是这种方法支持的，所以你就把这个地方放开唱一点就可以了。嗯，好，好，没关系，等上课的时候我再单独跟你解，嗯，给你看看这个问题。谢谢林老师，谢谢林老师，辛苦了，嗯，再见。好的，那个下一个 Larry， 好，哎呦 ，Larry， 啊，咋搞的呀？我都没有，从来没有过这种，比他半细半。啊 ，Larry 举手了，来讲吧，把你的音乐打开，把你的那个音声音 ，Larry 把你的声音打开，你的那个麦克风关着呢。Larry， 我看到你了，把你的麦克风打开。你的麦克风是关着的。啊，那你就写字吧。你想问什么问题？你会那个？你打字吗？我要他解开静音啊！我要他解开的。对呀、啊，他那个，你那个是红的，就是你那个麦克风是关着的显示。我已经请求他解除静音，他自己没解除。哦，哪个 C 改成都啊？这个是，那正好你那个 Larry， 你就把你那个什么麦克风弄一下啊。我跟你说，第一个、啊、现在可以的啊。哦，那行，我等一下再说。你讲。我就是要问那个最后有一个那个滑音在如水的夜里，那个怎么唱啊？如水的夜里那个。如水的夜。如水的夜里。是不是有？有男生跟女生不一样的。哦，对，那个我说了，男生就是入睡的夜里，就是你咪西就行。你不要入睡呀，就直接唱这个音就行。是不是要直接唱这个音就可以？有。要拉四拍，而且有两拍是这低音的。这个基本上是四拍，但是你就看你去，你要跟着那个他这上写的四拍，你就是你要听那个伴奏音乐，但估计也应该也是这个男生的。后来你要听伴，就如果你要唱的话，我们这个谱子上是四拍，咪四拍，西四拍，但是你要是唱伴奏音乐的时候，你就要听里面那个音乐，它到底是几拍。OK， 哦，这样子 ，OK， 我明白了，好，谢谢哈，谢谢咪西这样 ，OK， 好，谢谢。咪西直接唱就行。也像咪。啊，你对。那你这个等一下啊，等一下你们这个音，我看看啊，都，你们在这儿呢。这个是正常的 F 调。正常的 F 啊 ，F 调啊。更高。嗯嗯，对，这个更高。但是后面为什么有还有停四拍吗？唱咪停四拍是，
他那个地方有一个间奏。心，他那地方好像有一段间奏。间奏啊、哦，有个间奏这样。有一段间奏，就是有一个音乐在那儿啊，然后再接下来。我想我不是直接唱完了就接下来了。好、哦、，OK， 好，明白，谢谢，谢谢，嗯，谢谢。嗯。OK， 谢谢老师，不客气，嗯、啊，不客气，嗯、那我刚才很好听、啊，很好听，嗯，啊，很好听啊，慢慢唱谢谢啊，慢慢唱。刚才说还有哪个西兜的地方啊？我在讲刚才那个兜，有人问那个兜是在那绿草如茵第二行，第二行绿草如茵、嗯、那本来是西，我们把它那个改成兜。那里绿草，那改成都。然后呢，就是倒数第二行，在贝加尔湖畔的那个在，可以把它改成都。然后这个湖畔本来是 C 都，就可以唱一拍都就可以了，不用唱那个 C 了，低音的这个 C。而且那个都也不要有点儿啊，这个都是中就是中声区不带点儿的。然后我说了，中间还有好多这些滑音的地方啊，这些滑音的地方就是大家自己这是自己的感觉，或者是你听啊有原唱啊，哪里面觉得舒服啊，就自然加一点啊。这个流行歌的。就是没有那么严格，一定要在哪儿加呀，或者是在哪儿不加呀啊，所以听着舒服就好了。那好，这是 Lily 还是林？对不起啊，我就让你，我知道两个 L。说吧。啊，举手，两个 L。哦哦，现在可以了。哎，老师请、啊、对不起，你叫怎么叫你啊？啊，玲玲。啊，玲玲好，你走那个问问题 啊，就两个 L。玲玲好，你说。啊，就玲、嗯、啊这个啊，我就那个谱上一个一点，还有二点，那啥意思啊？就是有一条线从那里那个后面，那的后面。哦，这个刚才我们说，这就叫我们管它叫一房子，这就是第一段结束的结束句。然后呢，下面你看亮嘛，就是第二段，第二段的结束句，因为第二段就是月光把爱恋了嘛，那就是等于第二行开始了嘛，就是从那个在我的怀里、哦、里的下面不就是恋吗？哦，第一个是第一行的那个结束句，然后第二个那个是第二行的那个结束句。对了，对，哦、okay, 因为它这是前面两个对，它一样的呢就没有写这个谱子一样，旋律一样的呢，音符一样的，它就没在单独写。如果那样写谱子很长嘛，所以它就等于把两段用同样这个旋律的词写在上下这样的叠起来写。然后呢，第一段、第二段他们的旋律不一样了，然后就把他们分开了，一个是一房子，二房子。嗯、哦，最后下面也有，你看最后倒数第二行和倒数第一行的都也有个一二，所以那你看中间这一段啊，它也是两段，对不对？两段词，它基本上旋律是一样的，嗯、就到最后的结束句又不一样了。哦，好的，好的，好，好，谢谢吧。嗯嗯嗯嗯。谢谢，不客气。那 Golden 不客气。 Golden 还有什么问题？我刚才我林老师刚才我问过你、哎、就是关于这个倒数第二行，这个在贝加尔湖畔，这个是改的在贝加尔湖，在上面，在的音是改成都，对吧？对，然后湖也改成都，湖也改成都，但是这个在贝加尔湖畔的贝不改，对吧？在贝加尔湖畔的贝、啊、
只改在和湖，只改在和湖。哦，好的好的，因为我刚才听到好像是，被要改的。好，谢谢谢谢，就这个问题。啊、不用，嗯，好的，嗯。好，还有问题吗？大家？你在在心里。今天挺好啊，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回家自己啊、自己练，自己慢慢唱。嗯，这个调子呢，我说了啊，调子我说了啊，男生可以降一点，如果那个高音唱不上去，挺难唱的，可以降一点调。女生呢，可以升一点，啊，女生的升一点。原来是 C 调，它那个金婷婷版的啊，我们可以把它提一点 ，OK。没有问题了吗，大家？啊，谢谢。老师教的非常好，他们说都喜欢你。谢谢林老师讲的很清楚，对，我们回家练了。现在，谢谢林老师。好的，啊，那你们也很聪明，很努力。谢谢林老师。不客气。啊，这个升啊，这个是升一个 key 两个 key， 女生看你自己了。但是升再高就不好听了，就没有流行歌的味儿了。那男生呢？男生呢就稍微降一点，要么那高音唱的也一般的也不会太舒服啊。我用1分钟就60分钟，妹妹，天哪！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那个改成勾的、啊，下面的点就不要了，对吧？下面不是有一点，它变成低，它是低音吗？如果你说那个胡啊？就是在那个在贝加尔湖畔吗？这C 给对都是没有点的，我说的是正常的。对了，没有点，嗯 ，OK， 全部都没有点了，对吧？上面一个那里的那也是没有点的。对，因为他们俩就差2度，他是比他高一点。在要是低的话，就是差7度，那个谁也唱不下去了。嗯，好的，好，嗯，Larry 还有问题吗？刚才有朋友问下堂课呀，下堂课我们要把第二段再学完了。我们基本上的都是现在慢慢掌握这个规律啊、如果不是特别短的歌，我们基本上两堂是一首歌啊，我们两堂学一首，所以这个就等于下一堂课我们把第二段学了啊。女生版我刚才说了，可以找金婷婷，金婷婷那个版本啊。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好嘞，谢谢林老师，谢谢大家，辛苦了。还有那个南飞燕姐姐一直在这谢谢帮着，我就帮着组织，谢谢。没有没有，辛苦，谢谢。你要备课，还要教我们唱，没有，我们都这么多学生都喜欢你，你看200多人了今天。嗯、对啊，好的，那个林老师，开心呢。林老师啊，那个结束了是吧？好，那讲完了，结束了。那李主席你接管了啊。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林老师你结束最好讲一下。你看，这个刚刚我刚看到是160，现在是130多。大家这个时间呢，趁这个时间呢，尽量留下来。结束以后，老师还没走嘞，大家都走了。在这个都不，这个是也是一个，主要是中心还有很多事情要给他讲。这个也希望呢，大家呢也中心呢有些是新增一些活动啊，有些信息要大家通报一下。啊，所以大家尽量留下来，给或者你对中心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问一下，都可以交流。这是这样啊，这个现在主要是一个是来了，就是每一次课呀，都也可能也通过网站呐、YouTube 一些途径吧，朋友介绍来到这个去这个，来学习。
所以有些人可能不在群里边，咱这个群里面嘛，都是咱是直播间和咱的微信群结合的，所以要进要进进的就是尽量进一下群。我把这个这两个现在这个声乐群呢，两个群，一个是将近500人，基本上500人的，另一个群呢也200人超出了，也超出了，也不能扫码了，说智能呢就是统一加这个中心的微信，大家可以加一下啊，我把这中心的二维码。微信二维码发给大家，大家这个加一下，加了以后呢，你加了这微信以后，你就说我要进声乐群，都给你拉进去了，说一下这个加群呢，加中心二维码，因为上一周吧，上一周正好周二，我也跟那次也给大家也讲了，就是以前呢群里面，中心的所有微信群里面，就是说大家有什么给老师加微信。后来这个中心呢出现一个问题，本来这个事我不想再讲了，但是这个事吧还是给大家讲一下。上次我好像讲了，就是有些人呢在做，就是说我们这边叫直销啊，国内叫传销，这些事情嘛，你不在中心里边群里边去做，不在中心去啊，这个我们中心也我们也不管也不能，但是你在中心这边是不允许的，什么原因？我估计大家都是深恶。对这个事情都是对这个都是深恶痛绝的，我也不讲了，我们中心就给大家做公益，我们就是专心致意的给大家做公益，这个这些不是我们的做的事情了，我们是坚决杜绝，因为里边发现有些人在做，包括一些志愿者，所以说呢，我们有些呢都已经就是中心已经就是说出，反正这边就跟大家讲，发现一个不管是如果是也希望就是说不管是学员也好不管啥，尽量不在中心群里去做，你离开这边你也是合法的嘛，在起码在北美也是合法，那你该怎么做你做那是你自己的事，对吧，这跟中心没关系，就是说如果发现了有人做，那你反正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都不要再做，这个就没办法，这个我们也是很无奈的事情，给大家说到这儿讲一下，大家加一下，然后呢我再讲几个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正好这个二维码我也不用撤了，一个是我们这个春节前河南省人民政府呢我们派一个中医专家到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春节前就进入微信群了，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可以扫这个码，现在还可以进啊，还可以进也马上满500人吧，但是也还可以进，大家呢扫码需要你说我那叫中医诊疗群。那是张教授啊，张志国教授在那边啊，你有什么问题中医啊说这方面这个就是有什么问题啊什么你都可以艾特这个张教授咨询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健康论坛呢这个从昨天吧，昨天正好是周一嘛，周一它是每周一次的健康论坛呢，是我们就是每周请一位专家或者教授啊或者这个相关就是这个关于健康这方面的也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啊，还有一些大家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个呢现在呢就是有那个群呢那个群现在300多人吧，现在快400人了，这不是上一周那个群发生点问题吗，就跟那个群现在可能少了一些人，少了个10几个人20个人那个样，10几个人吧。另外呢我们呢也考虑方便给大家呢扫码呢，就是又成了一个二群，就是这个健康论坛二群。这个二群呢这个现在还可以吧，就因为昨天建的应该是现在差不多也差不多，反正100多人了，大家还可以扫码。如果大家的这个这里边呢有个这个是我请美国的一个崔教授，他还有时间，今天要跟他沟通一下，他也可以愿意在里边呢给大家沟通教授，大家呢昨天有些听了他的课这个他就是说有什么问题，他本身在美国那边，他在去美国也去了20多年吧，这个
丢了啥的，现在他自己也是搞这个，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就是，他也有时间啊、有闲有时间，啊、就是所以说大家可以扫码进那个群，我把那个群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呢有什么问题在里边也可以提啊，那边那个就是艾特这个崔这个崔这个崔博士吧，啊、具体给他啊具体给他，有什么问题可能可以问他，可以沟通。啊，反正中医西医他应该是都没问题的，也是，这个我把那个群的二维码啊，我那个群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一会儿呢，我在明天有几个重要的活动，大家分享一下那个二维码啊，给大家分享二维码啊，我看看啊，这个是。这中间一会儿给大家打开，大家呢可以那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啊，都可以说。你现在留言板讲也行。大家可以扫啊，这个扫可以扫这个码就进去。现在反正200人很快都200人了嘛，那100多少啊？那就是140。可以扫码进那个群，这是这个大家扫着码，我先再讲一个，就是明天呢，我们这两周，上一周还是这周，我们也开了不少课，新开了不少课，包括刚刚结束的啊，这个声乐课之前那个马老师谈医学美容这块，这是第二周讲，也都很好，都挺好，那个课，这个我看见参加人数也不少，也很受欢迎。说那边呢，就是那个群已经也不能扫码了，是大家呢，就是需要进，刚刚讲过了，你可以扫中心二维码，你讲你进去都行了。这个还有一些，包括我们那个做这个什么糕点呐、面食这个，那个群现在那个群呢没有开直播，没有在直播间，就是我们春节那个期间呢，搞那个春节天天乐的时候呢，他直播了几次，然后他就是基本在群里给大家互动。那个呢，大家要了，我一会儿我也可以把码发上去，大家可以扫一下码。啊，看中心现在有些群还可以扫码，这也确实很受欢迎，就是刚出来。读书会呢，我们现在中心现在有三个读书会。一个就是说明天早上的幸福医生读书会啊，这是第三次的，每一次呢这个北京的一心老师啊，他就是在北京那边的给我们分享啊，他主要在心理方面的这块啊，这个健康这方面的读书，每一次分享一本书啊，明天又一本书，是明天8点到9点啊，周三，他是每周三去跟你分享，这个我都如果行了，我就在那个啊，我把那个门也那个门应该是也可以的啊，也可以分享的。这个是声乐，是幸福医生，幸福医生应该可以扫码吧？这个挺好，这个也很受大家欢迎啊，这个群啊，大家可以扫这个码。进那个群，还有十几个人啊，可以进，可以扫码进去。我刚刚讲了一个面食那一块，反正有时间了大家都留起来，你喜欢哪个群你都进啊，你有些朋友，你朋友喜欢的你可以给他拉进来，现在还就可以拉，就是群限制的时候，你在群里面你可以拉，这边呢就是管理员可以同意都可以拉进去。哎，管理，他们有人问那个你有没有那个学车的那个。升级班就是学车的哈，升级的班应该有一个学车的吧？学车的，两个群都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学车的还有修车的，三个群。升级班呢？学车的什么升级班呢？升级班什么升级班？啊，你可以学车，有学车的，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那我把那个，反正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中心你也看，大家有能看到时间表，我现在把那个中心的，那个谁，那个徐大姐，你把那个
那个升级版，你把那个咱那个时间表和那个视频那个，就每那个每周那个，你发到那群里边，声乐两个群里边，或者那医学美容群，因为咱里边有不少的就发那个，咱们都可以看到。就是咱那个每周现在差不多八十场活动嘛，都有相应的群，你想进哪个群，都可以，你都可以扫码进去。反正我还是强调一次，每次活动结束，大家一定就是留下来，大家一起来沟通一下事情，问题很多呀。我说了句实在话，你说咱这个现在五十九个人里说，是不是每个人都会举手啊？有些举手怎么举手呢？在那视频里边举手，那谁能看见呢？那是在这个参与会者或者更多里边，那里面一个地方叫举手，你都看到了。你刚刚林老师沟通当中，大家不是都可以举手了，举手都能看到。你在那个一个里边那是这个举手，所以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像这些都是需要不清楚的都可以问，这里边咱都有很多会的都可以教你，大家一个互帮互助是这样。这个我刚刚是撤掉了，我把那个面食制作面食那个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刚刚那个谁老师讲了说去那个修汽车学习啊，不是学驾照这个啊，学习汽车驾驶学习，安全的我都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群我找一下群吧，找这个群吧，这个不行。现在我这边这个手机现在下载不了了，我只能分享不了图片了，真找这个群吧。这是西永福医生啊，那个面试这个我要打开，这个群要打开的。这是里面一个做广告的，然后里边搞的乱，一扫码他都扫进去他都发就是乱发信息。有些还进去发红包，就可能，现在可以了，大家可以扫扫码进去。他现在的那些就是那些不自觉的那些就是搞广告的，他就在有时候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我这在这分享的时候，他都给他扫码进。他进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自己先把自己广告先发了，有时候他给你顺带发红包，有一个叫幸福的，我今天从将近二十个群里面，我给他清除了，我清除他给他发出红包，发出红包给他做出他那些广告。关于他那广告，我们也不了解他这些东西，他是有问题没问题，我们也不知道。好，大家把这个群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啊，这个我先撤掉了，然后我把那个汽车那个我找一下。汽车驾驶学习这个群啊，这个群大家可以你去学习的，这是每周一这个那个徐老师这个老赵驾校的徐老师给大家讲课。这两周呢可能有事，前几周基本都连着了，这两周他可能临时都有点急事吧，可能现在也是他那边也比较忙，这两个周可能没有讲，就这周还有昨天还有上一周可能没讲，下周应该是正常吧。这个另外跟大家讲一下，那个群还没成立，四月初开始我们就是又新开了一个语种，就是第八个语种，就是我们现在有英语、法语、日语、西班牙语、这个普通话、粤语、上海话，我们又增加了一个闽南话，八个语种，这是从去年三月份开始语言学习以来的这个，我们现在的是现在第八种语言。你像有些是它就一个讲一周一次，像你像那普通话呀，但普通话现在是有中文的啊，有中文识字啊，有啥这都有啊，每天。每周这个都有，我一会儿把那个中文识字，只有周六了，中文识字还有中文那个中文的朗读这个，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呢，尤其是适合于我们海这些老师呢，都是基本上是小学的高级老师，都是国侨办派到海外的，海外去支教的，这些海这些老师，这个能力和各方面都这个都是那都是一流的。除了我们的二代，主要我们是针对我们的二代孩子这一块，当然新人参加我们也欢迎啊，或者其他的，就是说这个零基础的啊，零基础的读的那个中文朗读的刚刚结束。好，我把这个撤掉啊，撤掉以后呢，我把那个中文朗读给大家分享一下啊。中文朗读，是每周六的上午，这刚刚开课，上周才开课，说孩子们都可以啊，都可以去，有些5岁到20岁，甚至再给大概20多岁的孩子都可以学习。这个有时间还是让孩子去参加呀，那个时间比较好。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这老师是也在国内，目前在郑州，刚从国外回去，回到国内，大家可以扫这个码啊，这是中文朗读，我顺便我把那个中文识字也放上去，中文识字是也是那一天，也是周六，上午8点到9点。我把这个扫掉以后，我把那个中文朗读，还有一个呢，我们周六给大家讲啊，这个我把那中文识字也放下，中文识字，你看这个啊，我说的中文识字，大家看看这个人在这干啥？你看，就是他，你看他又发了，这什么时候发？我看到他移出去了，一定移出了，这不是这上午就发了？你看，这里边还有，你看他进来，他是真发红包，你看这里边。哎呦，这你看他就给你那几分钱就给他搞能量以后呢，他发的这些东西大家一定不要上当受骗啊，一个的群不要进，这个群我今天我看了他还进不去，就是他这搞这些东西还让加他的微信，你说他搞这些东西我们知道什么亚马逊什么的，他就是这样抓住机会都扫码进来就先发红包，先发这然后发红包，就这样就发那点就这样，我估计这咱中心好多群里面，我今天就把这个我给他注明，他原来他说要学西班牙语的很早了，去年几月份的，他就幸福就这个。我今天把他，给他，他就是这样。他今天是我在移他当中，他反正就是这个，就这个。他经常签到里边，他拉别人进来叫别人发。他今天呢，我把他弄出来了，他有个20多个群，我给他往上移的时候，他看不行了，他赶快，趁势他我给他移出之前，他给他发开广告，就这样。就这个，他的微信号就这样，大家看，就是这个图案就是他，大家注意看见他，你就及时的去那个啥，该去群管了，及时的移出去，他不要叫他在里面待。你关键他这个搞那信息，谁知道是真的假的？到最后你这对吧？你做广告吧，倒是那我们那个也不是说太那个，你关键这个在里面搞本来就很多都是学习群什么的，就不允许做广告了。对吧？再一个来说，他搞这些广告，谁知道是真的假的？大家你一定要注意点，不要上当受骗。就是他的微信号就这个，就这个人 ，Selin， 就这个啊。好了，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然后在我们周六啊，我们一个读书会，周六周五跟上周是那个王立博士那个读书会，那个具体定是每周他怎么去，还没时间，还没给他定。这个呢，现在是一个温先生，温东吉先生，他是原来去年在中心做志愿者，他写了一本书，我刚刚跟大家一本书，这个通往缅甸的路，他这个本来他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给中心做义工的，后来因为他每天要写5000字呢，所以说呢，他就没有时间了，他就一直在，他就把这书，这本书呢，他也，反正就这是他的啊，这是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通往缅甸的路》图书分享会，他主要就是这啊，这是写出来以后还获奖，这个，还获得什么奖了什么啊？是这样，这个周五晚上这个呢，就是温先生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年轻人嘛。
秋秋很能做事，那个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学习，他是怎么写作的，什么构思的，怎么讲的，因为他也有原型人物去写这本书，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交流，尤其是年轻人嘛，通过这个沟通交流呢，大家能够写作上也有所建树吧，是这样。好，我把这个群号拿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是刚建的群，这个大家可以扫一下进去，给那个温叫东吉啊，叫温东吉，温东吉先生，你跟他沟通都行。他应该是去年是今年，去年吧，去年在粤海大学毕业，他读的就是这什么电影这个什么戏啊，这个。那个东吉在不在群里面？在群里面给大家打个招呼，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我也没跟他约他。周五吧，周五大家一起啊，一起那个，跟他一起分享一下。行了，我基本上实际上那个啥吧，这时间也不短了，也说了这么长时间，大家有什么事我打开，大家有什么事都可以说一下，有什么问题讲讲，反正没有时候吧，我们也是都是能抽出来时间跟大家交流，尽量跟大家交流。我把那个我哦，是谁举手了？举手了，我先不打开，你先举手，你好，你讲讲。会长，是我沈磊。就是我那天加入了那个中心的那个二维码，是跟谁联系呢？中心二维码，你在二维码上讲都行了，讲了以后你说有啥事？讲了是谁回答我呢？那中心的二维码嘛，那个二维码我有时候我管理多一点，一般现在我现在还找人去管理那个嘞，现在有时候也不好那个啥，现在目前是我有时间我去管理一下。哦，那个就是说我给我的朋友，介绍了，他们也加入了这个中心二维码，他们说，跟谁联系啊？我也不知道，在问我。那就那二维码，你就跟他，你先跟他讲都行嘛。到时候我看的时候，我可以，一般来说，只要加上微信以后，都会去，他只要声明去哪个群，都会拉到哪个群里面，都没问题的。哦，那就是说要说话是吧？要申请。对，就是说我今天也申请了，我想加入这个两个群，这个声乐班的群跟那个绘画班的群，我想什么时候？你不用申请，你现在我都可以给你拉进去，因为我我在那个。我想申请那个声乐班的群跟那个今天绘画的那个。声乐班现在我看声乐班那个，我现在看着那个，我看声乐班有一个是，他声乐班我看这个，这个200人的啊，我尽量给你，不行了，500人也不行，那只能拉200人了，500人是不能拉进去，200人可以拉。沈磊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这个的我那个你是不是你中心我知道你是微信好友，这个是不是我看看是不是沈磊是吧？你在哪个群里面呢？沈磊你在哪个群里面现在？我在哪个群里面啊？我在好几个群里面的。哪个你说一个，我找到你看是不是好友，我就看是了，我给你拉进去就行了。我加入好几个群了。你先说一个，我你刚刚这个那个幸福一生读书会里面，我在里面吗？刚刚通往缅甸路，你没有扫码进是吧？那个我还没来得及扫的，我先把它那个我先把它集平了，我存在那哈呢。你现在直接扫都进去了，好了，我找你那个幸福一生。幸福一生，你这个里边你发个言，我都找到你了。幸福一生，好的，我给你拉进去。好，你这一个还有朋友还有啥事就说一下，
我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你那个发的那个每周的那个课程表上面那个 Zoom 是就是在 Zoom 里面看那个讲座是吧？那个后面还有一个刚刚的表发了吧？我看那谁发了吧？刚刚对，我有那个课程表后面有个标注微信群，那个是什么意思啊？刚刚我是那个谁没有发呀？我看谁又方便的把那个发到群里边，我跟谁那刚跟南飞燕说的，现在他没有发，我看看。不是，那个课程表里面上面写的标注后面有个挂号，什么微信一群、微信二群，那什么意思啊？是在群里面，是在群里面另外的学，还是在群里面学、啊？对，在微信群，就是在微信群里面学习的。哦，就不在这个座。为啥都有时候是？哎呀，讲的是。对，这里边。还跟大家讲一个，我一会儿说到刚刚说了一个，还是这个还很重要一个，就是我们搞这个云聚四海这个，希望大家呢对这个中部和上部，明天应该是下部都发出来。你看这个真的很好，它是文化晚会，它相当于文化晚会，以文化打牵头这个做晚会是这样的，这是中心搞的一个栏目吧，一个项目下面一个栏目，它这个挺好的，这个云聚四海大家。时间表。下面去。时间表我有了，我已经把它。不是我要发到里面，我刚刚给南飞燕跟他说了，他没发，我就很多事情现在就是。这些我都发进去吧，因为正好我们声乐课，我这些都发进去。这个是云聚四海，大家都可以欣赏一下。刚刚制作出来，真的很好。我们已经跟上传的，明天是上传下部，大家可以。它是，这个晚会和就是文艺晚会，文艺文化，文艺和文化结合起来做的一个啊，那个在 YouTube 上都看到，都看到那个对，反正有时间就看了，就有时间看，也希望大家转发一下，也扩大一些，是吧？大家、尤其疫情期间，大家都欢乐，转发到那个朋友圈，转发到自己的群里面，群里面，其他你在哪个地方群？你是在哪个城？你是在哪个城市啊？我那天跟你讲的，我在多伦多。啊，多伦多，你可以发到多伦多那边，国内一些朋友都可以发过去。我把、国内那个 YouTube 看不了，看不到。对，国内看不到，对，国内。这个呢，我再解释一下，这个为啥不没有上传到中心网站？我们也完全可以上到中心网站，因为这里边牵扯版权问题，国内的。有些呢，他就是说，有些呢是国内，他们不希望在国内播放这些，你知道吧？说只能在这边，所以说大家也了解一些情况啊。我刚刚发到那个什么，发到，声乐，有一个群我已经发进去了，声乐群，时间表。还有视频，你打开视频，你什么时候都看。就是这没时间，没时间我都跟大家讲，一个 YouTube 里边，一个我们的网站里边，怎么去打开，怎么去查 YouTube， 怎么去查。我想大家很多都知道，但是有些不清楚的是吧？咱都可以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或者你来问一下都行。这是，我发的这个。哦，你看我朋友都来问了，他要进声乐群，怎么进去？进来可以啊，进来他只能加进去了，加这个，我看啊，你在哪个群里面直接加一下啊？这是明天啊，这是。如果我进去了，我可以拉我的朋友进去吗？可以啊，对啊，你可以拉了，可以拉，对这个。
有些群还没有限制，你像有些群没限制，你可以拉进去，可以加。我还没进生意群。这里边对，我想了，你进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你朋友进去，这个没问题的啊。所有的你都可以，中心有限制也没问题。你拉进去以后，你拉了以后同意都行了，没问题。哦，那个我朋友在，他听到我跟你讲话了。你拉他进来，你在哪个群？你可以拉他进来。我还没进呢。声乐群，我现在不是，我现在跟你讲的意思，我让你，你在哪个群？你不是在幸福医生吗？我让你发个言，我找到你，我给你加个微信就行了。好的。你发个言，我现在找不到你，我也不知道你是哪一位。我在那个幸福医生，那个。你发个言，我说你发个言。好，你发个符号也行，我都知道是。好，或者你上面。我发进去了，你加我吧。那个苏菲，那个苏菲是我朋友。啊，那我有你的微信了，有你的，我加，我先拉进，你可拉他们进去都行了。现在呢，只有呢剩下的200人。谢谢。我现在给你拉进，这个500人不行了，200，我给你拉200人吧。那200人，明天有英语课吗？有英语课。明天有啊，明天有英语好，明天英语几节课了？哎呀，好几节课。我想进那个段曼丽老师的那个英语群。他有几个群？段曼丽老师有几个群？他现在都英语群的都他自己都三个群，再加上他明天和学生英语班四个群，他当老师是三个群，那个是他们三个人，做的学生英语课。那个谁，那个我看看，明天早上10:30，唱歌学英语。好的，大家打开吧，我把家打开吧，大家不要那个啥，我打开也不好意思啊，我刚打开吧。大家有什么能讲的、啊、我全部打开了，都可以放开了，都可以打，都可以开了。你们需要进哪个群，你现在说我都可以拉你们进、不管哪个群都可以拉进去。啊，明天早上10:30是那个英语唱歌的群、叫英语的，明天是那个 You Are My Sunshine。礼拜四呢就是下午5:00，也是初级班英语，但是我们也是唱歌的。那么学英语的课呢是礼拜天早上8:00到9:00是初级班，9:00到11:00是中级班，但是初级班也可以静静坐在那边听。我们在群里面也有做功课。那个同学、我告诉你个办法，你把那个中心的活动的时间表，一到星期天的去抄，每个星期基本上差不多有少许有一点改动，那你不要一直不知道，还要问，还要去翻，你自己一看。就知道了，今天有什么课我要去的。沈磊已经我已经拉你进去了啊，我已经拉你进那个进那个群了。我那霍达拉你了啊，你家里霍达拉你进了。沈磊不在了，你的声音没打开啊，你的声音刚刚是没打开。行，他刚才给我静音了。那个霍达拉你的，不是那个微信，我现在没有那个啥，你现在用霍达拉你的。好的，谢谢。哎，主席你好，我也想有个问题，可以吗？说，请讲。对，我叫 Brenda， 我刚在听你说还有，绘画群，我可不可以参加？可以的。那个你会长那个。星期五的那个钢琴弹唱学习可以进吗？都可以啊，都可以进，可以的。我刚才在举手，我看你们。钢琴弹唱两个群也是不能扫码了，只能拉进去。
你要瑜伽群，我可以先给大家可以大家可以扫一下码进去，瑜伽群可以吗？哦，瑜伽不行啊。嗯。那个钢琴麻烦那李会长拉一下吧。我现在给你拉进去，我现在拉进去。好的。还是省里是吧？啊，对对对对，谢谢。嗯，刚刚那朋友说你要进哪个群，我拉你。钢琴有几个群啊？我也不知道。钢琴两个群，你进一个都行了，不要进太多。好的，好的，好的。嗯。啊，行，我给你加，我给你拉个最多的群吧，239个人的群，那个是200多一点。好的，谢谢。你都可以拉朋友进去，这个群。好的，我进去了就可以拉我朋友了。你拉进去，你就邀请。都可以，对对对，就是不限制，有些群是就担心，就是有些人那些做广告可拉进去，对，有的就是限制了群主才能不让他拉了，嗯，对吧？好了，这个给你拉了，钢琴你可以拉朋友进去。好的，好的，谢谢。嗯，那个朋友，你说进哪个群呢？你要进哪个群？我朋友进去了吧？苏菲进去了，可能。我说呀，那个谁。刚刚那位朋友说，你说你要进哪个群呢？我叫 Brenda， 对，我是想进入那个绘画群。绘画群，你加微信没有啊？你微信加没加呀、啊？那个声乐团、声乐群和钢琴。你现在在哪个群？我现在这一会儿就在今天晚上唱歌这个群。现在哪个200人的群还是500人的群？我刚才上来的时候100多人，你也是需要我在这里面发个言是吧？哎，这还有个幸福群呢，是可以在这儿也说话呀。你说话就行了，可以。会长，那我也写上一个会长。哎，这个索菲是谁呀、啊？索菲是谁呀、啊？索菲是我朋友。啊，那就正好，那你拉你朋友进去。我进了那个声乐群了吗？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没有吗？你加一下霍达，那个谁，那个是不是周女士是谁啊？对，我姓周，对对对。你加一下吧，我已经邀请你了，你加一下吧，加一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原来我们中心就是加了霍达，因为现在霍达这边有时候加不是这段前段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拉也拉不了，搞不了。这上周开始了，这个。不是，这不是上个月，前几个月还这就我们启用的中心那个，中心那个比较合适，中心的微信也比较合适，啊，反正大家讲一下，主要是中心方便也好集中一下，尤其是你现在这个出现这个中心的有些人搞传销，所以说这边呢就不允许乱加微信了。大家理解一下，就是这样。如果你真有事儿，你跟中心说没问题，我们也不是说啊，就只要是为你解决问题的，你们加也没问题啊，跟老师加个加也没问题。但是要打招呼。等一下，李主席啊，我要加那钢琴群就进不去，一加他就要绑银行卡。那没办法，那我这问题你自己绑银行卡，这是腾讯的要求，腾讯就是微信公司的要求，我们也没办法。对，这个是自己的事情。嗯，这个要绑定银行卡。嗯嗯。这个霍达是州长，不是，是那个会长，是你的微信啊？对对，那是我的私人微信。对对，那是。太好了，那我现在给你发一个笑脸哈。嗯嗯。Oops， 错了，对不起。好，你看我发出去了没有？哦，可以。我看看啊，哦，你顺便也给我看看啊，主席，我也加上绘画群。谁呀？费老师是吧？朱老师。啊，朱老师，我看看你留言了啊。苏菲，你说话跟那个费老师差不多。嗯。我看看啊。绘画，它不叫绘画，它书画群，实际上两个的，一个绘画，一个是线描疗愈，这两个群都挺好。啊，今天那个是那个国画吧？今天是绘画老师。绘画的，哪里还有一个什么？还有朱老师，绘画艺术啊。朱老师，绘画艺术是那个像国画一样的。哦哦哦，谢谢。还有个线描疗愈。
谢苗疗愈。有了，我有了这个。谢苗疗愈，我没看见，在哪里？在哪里？你没看见疗愈呢，肯定有了。我还没上呢，不知道不是我，因为我才第三天。是每周四的上午，八点到九点。谢苗疗愈是画画吗？对对，谢苗疗愈就是画画。每周四上午，它是硬笔画，可以啊，它是硬笔画，钢笔啊什么硬笔画，对吧？哎，那麻烦你把我拉进去吧，我还以为是那个什么，啊、我还以为是什么。你是哪位啊？还是沈磊。哦。我还以为是那个治疗的医疗的。朱老师，你拉进去了啊？那个。哎，我加了，我加了，谢谢。那个李会长，嗯，谢苗疗愈，麻烦你加一下。我现在给你加入了。然后我进去了，我就可以把我的朋友都拉进去。可以拉的，对。啊，这是一个还有。大家还要需要哪一个？刚刚那个，我跟幸福医生那位老师，我看看啊。钢琴弹唱。周女士啊，周女士，哦，加了啊。好了，我就加上去啊。你要去书画群是吧？那周老师，你去书画群是不是？哎，你跟我说话。你走了。进去了。你走了是不是？进去了。谢谢啊！我周老师，你是不是要去书画去呢？我，你说是我吗？周刚刚是一个那个什么索菲亚，不是索菲亚，是周。对，我索菲进去了，索菲进去了。不是不索菲，不是索菲，不是那是谁呀？布热丹是？对对对。谁呀？你在不在？我在。哦，我已经拉你了，你书画群已经进了，已经拉你了。嗯。就是说大家有时候你留下来，咱这现在就解决问题是最好。对对对，我在你的进去了，谢谢女会长啊。我来加入会长，谢谢您哈。咱都不要客气，这都是咱的都是工作嘛，都是工作。哦，太好了。我给大家工作，大家为大家工作，都是互帮互助。哦，太好了。不过我最希望你们进哪个群的吧？我最希望你们是进宣传群。你替中心宣传，转发，不是，我们其实都会宣传的，我们自己觉得好的，我们就会把它。不是你为啥我说你进宣传群是中心第一时间把信息发到宣传群，你第一活到第一时间的信息，你知道吧？是这样，而且呢，很多群你都看不到的信息，中心的那个群都有，是这样。所以说你呢，我们也希望就是把这个，即使把这个信息呢，你就动动手指把它。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啊，你在哪个地方，你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你都可以转发就可以了，或者你哪个城市哪个国家有人脉，你都可以往里边转发。哦，就这样，是这个意思啊，是这样，这样这样运作的。对呀，我这都这样都运作了。那你给我那个拉吧，那我就手指好，先谢谢，转一转就方便的。哦，谢谢。哎，这个我们是感谢的啊。好，我就把朱老师说了，现在这个群你不要求进，我也不拉你，你这个我们也不说非要拉那个啊。我跟你说了，对不对？你进去了，你不做宣传，我们这站住位置也不好。这个大家呢就是动动手指，你看到了给帮帮忙转发一下，就这么简单。是。这里边呢，我都说有些他不去转发的，我慢慢我都把他从群里边那个，因为初期的时候嘛。实际上都有要求，但是他没有时间做或者没有去做，那你我就逐步都那个啥，也希望大家愿意，一个是这一个，再一个呢，最简单基本的就是做群管或者做我们做 Room 管理员都可以，对吧？你不会我们可以教你，大家一起探讨，这都没问题。这些呢就像以前我那叫啥傻瓜相机一样，哎呀，这个东西你自己研究东西研究会，你不要说别人再教你了再带你了，都没问题的，是吧？啊，这是很简单的东西。我们往我们群里拉人是吗？没有啥难度，不是拉人呢、啊，我们不是拉人啊，我们是让更多人受益。你说我们也不收他们费，也不收啥，
对不对？我们想着大家一起的把这个能多帮点帮帮点人，对对对，这个不是太拉的问题是吧？允许我们带人进来的太好了，我们我家亲戚都带。对，我们欢迎大家带人，欢迎，而且鼓励大家去宣传，对吧？宣传。对呀、啊。对吧？你这个说，你像都大家，你像我们这直播间500人直播间，你上来100人，多少人？多少人？对吧？你根本就是说这个容量根本都你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多一个人那不是多一个人受益吗？对不对？太好了。大家要进这个宣传群，你现在跟我说，我都给你拉，都给你拉进去。你不说我也不拉。不会的，国内的人他们可以进 Zoom 来上课吗？都可以啊，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啊，都可以，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就是说，在国内，中国国内也能下载的来用哈。哦，这样有信息了，我好去转发这些朋友群啊，这其他群啊，对吧？对，包括朱老师，你那边有些爱心人士都可以，都你要进来吧，你说你要进宣传，你进来，你中心的信息你第一时间也知道了，对吧？也很全。那、啊、然后，哎，你说给宣传宣传啊。也跟中心做点事情嘛。啊，会长，麻烦帮我加个英语群好吗？西丽君，英语哪个群呢？英语群，国内的。你发了信息，那最近。我你是哪个程度的英语？英语群，对这个群又满了啊！我是，我可以说。但是读书不好。那你进英语中级班群吗？你进了英角吧，这个刚英语的中级班那个已经没有了，那不是已经满了？500人刚刚看了，英语群已经满了。那高级班还有吗？没有高级班，就中级班。那你不跟我拉初级班？零基础、初级班、中级班，基本上。对，让妹妹进初级班去。我进去了，我就可以拉我。那我给你拉到那个谁吧，段老师那个群里面，段曼丽老师群里面。可以，的群里面。我看你还有李会长，嗯，我没有在那个段老师那个群里面呢，中初级班。你稍等，我给你找。好的，还有初级班，有中级班，有初级班。你先把我拉到初级班里面去吧。嗯，中级班，我知道，我刚刚是谁说的去谁去那个中级班的？英语角中级班。我先进初级班吧。我知道刚刚那是谁说了要去中级班的？刚刚是我想进中级。对，你是谁啊？我是 Brenda 周。啊，周啊，我给你拉进去。我给你写上吧，要不然你老。不用写，我已经找到了 Brenda， 那我已经找到你进去。谢谢。我拉过了。谁做初级班的谁啊？还是沈磊是吧？初级班我也进，我让我妹妹进。对，是我沈磊。这个群我不用拉你们了，你们进吧，你们扫码吧，你们都可以扫码，你们两个你们一进都可以扫码。还有4个人可以扫码。你有点聪明。哎，不对，搞错了，搞错了，法语讲，这法语讲。哎，是吗？法语，我看到是法语。英语角。下面。中初级班，我找初级班啊，还有初级的，有法语，有英语的，有初级英语的。有些中国法语的下面，我现在是加一个是沈磊是吧？一个是周老师，周 Brenda 周就行了。还有谁进？还有谁要进？我已经有了，周老师在里边是吧？对 ，Brenda。布兰达，你在哪个城市啊？我在美国华盛顿 DC。你在华盛顿呢？是的，就在白宫地方，白宫半个小时的地方。你怎么知道我们中心这边的？我是一个教会的姐妹给我拉进来的。你们华盛顿教会呢？对，是的，主恩教会的华盛顿主恩。是不是那个谁呀、啊？廖老师，那个廖老师啊？不是，是丰收华夏张伯利牧师，你知道吧？张什么？
张伯利他那个教会的一个姐妹给我拉进来的。张伯利叫啥呀？张伯利牧师的教会是他那个教会。我不知道，我知道叫啥呀？那个你那姐妹叫啥呀？徐唐。我们俩主要是弹钢琴的，他主要是分享我一个那个 YouTube 钢琴，然后进来钢琴上的。您是学钢琴的？对对对，我最先是先跟 Nancy。你是学钢琴是？你是教钢琴的？我、啊？你说什么？你学钢琴是教钢琴的？我学钢琴，最初级跟着 Nancy。你来了多久了？来中心来多久了？我来这中心才第二个星期啊。我上个星期进来的、哦、上个星期加入了，对，上个星期是 Nancy 老师跟我让扫描，哦，我就进一群了，进了群之后、哦、Nancy 老师今天就跟我通话了，特别热心、哦、哎呀我真是感动，很佩服我们这个公益。 Nancy 老师教的也不错，人也挺好，还不管是教的不错，这人真好，这人真是好，没中心、中心啊老师都真的都是挺好，你的 Mary 老师啊都挺好的。 Mary 是教什么的？英语啊 ，Mary 不是 Mary 是英语初级班，英语中级班，英语唱歌班。中介啊，他很辛苦的。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为大家做点公益活动，向你们学习。那你进宣传群呗，你先做做宣传呗，你给我们转发转发不就行了？好，我现在至少我先转发，可以，这没问题，就是啊、我先转发。你在这群里面呢？你在宣传群里面呢？我不在，我没有，我现在在一个唱歌群。朱老师都申请了，你也不说申请一下？那你进不进、哦？进了我拉你进。进了拉了我就进。对 对, 对。你就转发一下，大家动用手指都转发一下，而且第一时间能获得信息中心的一些信息。对，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这一个公益中心，然后更多的人从中可以受益。你看，免费学习唱歌、跳舞、画画，哎呦，多好呀！谁哪个？啊？不是，你那个中心群就是整个的一个大群是吧？宣传群一个大群，宣传群是一个专门做宣传用的，宣传的。中心大群有好几个呢，有500人。不是，你发消息更新消息在哪个群里面啊？就是我需要宣传的就放到宣传群里面了，应该拉你进去了。哦、你把我拉进去嘛？我看我想看你最新消息。行。行啊，所以周老师有事儿，你讲。举手的谁啊？这周老师举手。对，我可以不再举了，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会长。不再举了。对对对，我现在放下手了，我来把它放下了。哦，放下。对。好的好的，我能进的都进了，太好了。嗯。哦，还有个初级班没进来，如果能进个初级班的，我就拉国内的亲戚进来。哪个初级班呢？英语初级班。我不是你拉进去了吗？英语。我现在进来的是个中级班。初级班我给你拉来，初级班哪里有初级班刚刚、哦、那我再来看看啊。我刚拉。好了，我进了那个中心宣传群，我进去来了，谢谢你会长啊。嗯。对，都有了，中级、初级都有了。你第一时间能中心的信息你都掌握吗？你该发朋友圈发一圈。你刚刚我说你看的那个文化云会那个，那真的很好啊。你看看那个，啊，我们第一时间都上传 YouTube， 第一时间发到群里面，大家都可以啊那个，然后有朋友转发一下。真的，国内有版权了，国内都看不到。我本来说我录一下上传我们的网站，往叫国内看，他们不允许的。人家有版权的，人家个人有版权，没有跟人家说好，你不能这样搞。说国内他先看也看不到，没有。哦。OK。他们国内看不到这边的那个课程了。咱的 YouTube 看不到 YouTube。啊 ，YouTube 上就看不到。网站都能看到，全世界哪个地方都能看到。哦，网站就能看得到。对对对对对。网站怎么进那个网站呢？哎呦，我跟你说，我现在我把那个发到我看宣传群里面，我给你看啊。宣传群我有。宣传群里面有啊，宣传群有里面都有啊。我现在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分享宣传群，我宣传群去，我发现这实际上我刚转到那个声乐群那个都是在宣传群里面。
我都在什么都在宣传群里面啊。是啊，都在宣传，我跟宣传群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宣传群里面，你看这里边呢，这一般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啊，看得见，看到了啊，这是每天早上，这边都有好多群都没有这些信息了，早上都有，一早都有了，我们早上你看七点多，有时候六点多都有了，像早上这边你看这活动多少，你看早上都跟大家这些都分享了，看到了吧？早上有早读，一早而且我们最新的。两个群刚刚我看到早上都跟大家分享了通往缅甸的路读书分享会、嗯、还有我们昨天的还有交流二群都分享了还有那个太极早上你看几点呢我这边写的让大家怎么弄你看都有你看早上是几点这六点四十都给大家发了对吧、哦、你看这边、嗯、你看了啊这里边你看这个大家早上然后后边我们讲了就是中心的所有活动都在中心的微信群和 Zoom 直播间进行直播，中心的直播间号是多少都有。现在密码我们现在没有放啊，你要用都是这个密码啊。然后，嗯，密码都记熟了。你看每天中心 Zoom 直播间，这可能就说每天学习和活动的录像回放都会第一时间。哎，林主席。那个前面那个就那个字母就叫 Zoom 啊，Zoom 嘛，有些叫我们这边有些叫有些给它写成 Zoom 了，反正 Zoom 都是人家讲的叫 Zoom， 应该是 Zoom 啊，这么讲那个国内有这个什么可以国内啊。国内现在我们老师很多老师还是给国内给我们介绍啊，我知道有些就是谢云苗疗愈这个老师也是国内的，我知道谢云苗疗愈啊，明天早上的幸福医生、啊、幸福医生那个老师也是北京的，也是国内的、也是日语老师也是国内的，那个书画老师也是国内的、幸福医生是多少时间讲课啊？八点到九点，明天早上。我还在唱课，班上的中文咋回事？明天早上八点到九点，现场秒用。再等十分钟啊！所以说，你看每天中心的用户直播间、学习和活动的录像回放，都会第一时间同步上传到，YouTube 和中心网站平台。大家可以点击 YouTube， 你点击我都说怎么弄，一会儿我再实际给大家操作一下，大家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点击。YouTube 的两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登录查询学习，以及点击下面中心网站的网址，你就点这个网址都可以的。哎，点这个网址。哎，对，中心各种学习和活动的时间表已经更新，可以点击。这是这些啊，这个这然后我们说了，有时候呢有很多的二维码呀，都是新建群的，有些不到200人群，我都会放到下边，叫大家扫码。你们在这个群里边宣传群，你第一时间你先进这个群的，对不对？你也可以把这个去转发了。这个宣传群，你之前最开发的时候我就进去了。哦，对对对，是。进得早。然后你看这个文化云会，你都不用去 YouTube， 你直接都可以给这群里你一点，你都可以看了，你现在都可以看了，你看。就可以看啊，直接。这都你现在都可以看了，你跟你的手机上都看了，你拿到哪你就看了，对。哦。我直接就可以看，不用到 YouTube 上去找。对呀、啊，你在这里边都可以了。它也是 YouTube 上转下来的，是不是？这另外一个，就这。哦，它是 YouTube 上转下来的。哦、对。哎，我每天喜欢那些课程，我还在 YouTube 上去找。你自己都打开都可以看的，不用我宣传群我还没用过，我有这个。这是两个、这个，再一个你看那个时间表，早上这都很重要。时间表你们都一定要留住，你都实际上是网站上，你叫文章网站也能查到，但是你这个留住了，你都记住了。每天这边活动，你看都有周一啊，这边周一现在12节课，12节课，12个。这个很重要，李老师，刚刚我断了一下子，我问。什么时候有课？我应该去哪儿看得到这个时间表？周二这都有了，这周二的10节课。对对对，这个非常好。周三14节课，这明天对对对明天都14节课。明天刚刚谁不是问英语吗？明天你看英语，明天英语是、哦、
明天又是英学唱英文歌。明天有学唱英文歌。对，这不是。那上哪能得到这一个 schedule 呢？这个时间表。这不是有吗？这是在群里边的，你们不就在群里边？群里发都有。在哪一个群里？我来看看，现在就找找。宣传群。我叫你们去。宣传群第一时间什么都有啊，对吧？宣传群好像我还没进来呢。你没有进是因为你没有说你要进，你要进了我都给你拉进来。我不是想拉，我进。会长这么守规矩，还谢谢你啊。你进这个群主要是啥问题？李主席最好了。嗯，你要进这个群，你进这个群，关键你还得干活嘞，你还得转发一下。没问题，干，向你们学习，能干干一点。啊，为干个为干个那个啥吧，给您做点事啊。能做点公益活动，我求之不得。你是哪一位啊？我是 Brenda 周。啊，周啊，我给你拉进去。对。你可以在你花生镇的给我们宣传宣传，国内有朋友都会宣传宣传，世界各地都会。行，我直接送几个朋友，让他们也都受益。这里面好的东西太多了。对。你看我刚刚我转发了一个转发一个就是咱们老师讲课当中声乐课讲课当中我转发到美国的一个就是给我们那个哈佛大学那个给我们讲课的孙幼平他当群主那个群里边的、哦、你看我要转发我要转发其他群里边、哦、那有些会长你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呀你真厉害、我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我说人家孙教授是老师人家是里边的我是哈佛大学教我是哈佛大学的旁听生我都进不去那我们能去转转也行我的英语我英语都听不懂你我怎么能进去我看你还有一个魁北克河南群我能进那个群吗魁北克河南群没有吧 我什么河南群哦、oh, OK 现在有了我来这个宣传群哈佛大学里面哈佛大学里面有个铜像哈佛去摸一下就有好运了我没注意那个铜像在哪呢哈佛他有一个铜像他那个脚都被人摸了都雪亮的那个鞋回来你们熟悉主意回来我们中心的100多个群现在需要人去维护群啊维护一下做群管现在就是他们发广告的都移都没有时间移他们出去有人发了乱七八糟广告给里面发乱发有些还发黄色广告你就搞了个、哦、不要这些发那些广告进去现在那些发只要跟中心没关系的不管他啥就不用警告直接都要移出了你会想我问你一下、嗯、你这个中心宣传群可以拉人吗还是你拉只能你拉这个只能你可以拉你拉了后同意进都行了都可以了关键你得跟他说呀进去要给大家转发一下信息的不是你知道吧要给他讲一下哦好那个课程表它不是固定吧有的时候会变动吧对回来这两天都要变动你别这两天都要变动又增加一些新的一些课程你的闽南话李主席我请问一下李主席你说那个心理简要星期我看星期一没有了什么星期一没有了心理简要心理解压是这样心理解压和那个、啊、和那个国学那个国学经典、啊、它是一轮一周这个这周是国学经典、哦、上一周不是心理解压吗这周是国学经典下周又是心理解压他一问一就是姜老师他一个人讲的、啊、姜国梅、嗯、对这个段老师段 Mary 老师是负责他管理的曼丽老师、啊、对他负责管理曼丽老师之前就跟江国美一起对他们都是好朋友嘛、嗯、他们搭档对嗯对行
好吧，那就这样，谢谢。那这吧，也比较晚了，大家早点休息吧，还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会长。晚安，李主席。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嘞。